门牙突出怎么矫正？如问医生特邀专家齐坤，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大门牙突出啊，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龅牙。那么医生在检查了之后啊，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治疗。一种呢是单纯的牙齿的前凸，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推门牙向后的一个办法，然后一个一个把牙齿往后推，把前门牙给放进去放平。另外呢还可以采取拔牙的办法，那么让前牙腾出间隙来之后把前牙内收。那么如果是因为颌骨的前凸造成的前牙的龅牙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得需要做手术来解决问题上颌骨整体的后推。当然在生活中遇到的龅牙大多数都是牙性的龅牙，因此呢多数可以采用单纯的牙齿矫正来进行治疗。